这里面全是虾塘蟹塘，闸口也非常多。哎，口号忘了喊了吗？朋友们，起床嘞！买好豆腐，出发钓鱼喽！前两天找过这个钓点，今天拿了抛竿哦，这里试一下有没有沙鳗啊、鲈鱼啊。今天水浑，黑钓希望不大哦。哎呀，这个路怎么那么难走啊？外面被放了网了呢，插着旗的呢。既然来了，咱们抛几个哦，说不定有惊喜呢。那朋友们，这里第一次来钓，上次来踩过点了，今天来试一下哦。带来三根抛竿哦，60克的切，能抛远一点哦。两包海蜈蚣，先抛两根试一下有没有口哦。有口的话再抛一根，老规矩哦，铃铛一响黄金万两。这下面是养什么的？养海蛎的吗？养海蛎的说明有黑钓很多咯。最右边这根啊，响了两声，等我开机不响了呢。我现在拉起来看一下饵还有没有。好像有东西嘛，什么东西中了？哦，沙麦中了，这条还行，说明这里还有鱼的，这样信心就十足了。咱们继续到陌生的钓点哦，上鱼了就有信心了是吧？这根杆子在摇是什么？口那么轻呢、啊？停口了呢？半个小时了，换一下饵。这个海蜈蚣被什么咬过了，下面啃成这样子呢？这条虫中了，跑掉了，跑掉还不说，还挂底了，拉到上面挂底了，你还在不在哦？哦，出是出来了，跑掉了，跑掉，跑掉了，这是什么个情况？哎呀，朋友们，流太急了，切嘴一扔下去哦，就卡进石头缝里面，每根杆子都卡住了，这种情况是钓不了哎，这里钓不了了。还活着的，好，肚子圆滚滚的，活着的话咱们就把它放掉。这个地方要到水清的时候再来钓黑钓，沉底的话太会挂了，我估计下面都是乱石堆啊。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这样，鱼口极少，我在想这个视频要不要发呢，空军也是钓鱼的一部分哦。朋友们，谢谢观看哦。